真心为您把关 ，SUM 里程保证，我承诺。大友汽车业务小贤，今天来带大家看这一台省油大空间的家庭房车，2021年 Super Sentra 尊爵版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外观，它的帅气的流线，加上它家族式的车头，然后开启了不少年轻人的市场。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内装的部分。我们来看一下内装的部分，它目前是跑25317公里，然后这台车它都是在原厂做保养的，然后它目前还有原厂保固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左边这边，方向盘左边这边是音响快控的部分，右边这边是定速跟 ACC， 然后驾驶左下边这边它是有 Eco 的省油模式跟车道偏移，还有一些像水平头灯调整，后车厢的开关也在这里。然后呢，我们来看一下荧幕的部分。这台车它有环境跟倒车显影跟 CarPlay 蓝牙那些的功能都有，是非常的齐全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空调的部分，它是做双区的空调。然后大家看一下它的内装，它内装是非常的漂亮，根本跟新车一模一样。然后它的后座的空间也是非常的大。看一下引擎室，这台是 1600cc 的自然进气 CVT 无段变速，它其实整体平均的油耗可以到 17.7， 它的油耗是非常的漂亮。然后这是我们夜时认证的贴纸，然后我们认证它是全车原版件，里程又有保证。好，最后呢，这台2021 Super Sentra 尊爵版只要秒杀价658,000就可以入手。如果有喜欢这台车的话，欢迎来达友汽车找我。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哦，拜拜。实在就是 SUM。